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，我是 Dan。 在以答应承认与以森给的恋爱两天后，以森给也透过经纪公司承认了两个人的恋爱。结果在昨天，以森给的一位粉丝开始了卡车示威。 昨天，一位网友上传了卡车示威的认证照，在照片里能看到卡车是在以森给的家附近，而卡车上的电子屏幕上写的“之前不知道没关系，现在告诉你，他们制造了太多的受害者，17年的努力想要就这样毁掉吗？只能尽快下决心了。我们守护了你17年，现在请以森给来守护阿姨的。”根据网友们表示，这是一位粉丝自己准备的卡车，因为在两个人承认恋爱后，网络上也出现了以森给的16年粉丝的家人也是当时的受害者，所以对于以森给的恋爱反应真的是不太好。对了，除了之前说。 过的继父谷家造假之外，母亲Community也涉嫌过韩国历代第二大受害金额，受害者高达35万人的传销诈骗事件。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。做得好，要做到这个地步虽然很心疼，但是现在也只能做这些了。好想哭，谢谢你，Sungi，拜托你醒醒吧。希望能想一下，粉丝们会做到这一步的理由。做得好，要嘲笑的话就嘲笑吧，粉丝们都会承担的。为了能传达我们的真心，我们什么都会做的。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，神经病，连私生活都要管，再怎么不喜欢对方，需要做到这一步吗？又不是集体当婆婆，都老大不小了，还要。 管他们的恋爱，真不像话。以森给又不是10岁孩子，粉丝们连私生活都要管来管去吗？会厌粉的。一般来说，比起爱豆们对演员们的恋爱比较宽宏大量的韩国网友们，可能就是女方家庭的那些事件的影响，导致对恋爱的负面反应相当的大。所以，对于粉丝的卡车示威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 下一个消息是，目前横扫全球音乐排行榜的榜单虽然男星曲 Butter 在英国的 iTunes 却被多了一位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目前在英国的排行一位是 Butter 的 Instro 版本，对，就是没有歌声只有音乐的那个。 啊！我真的被吓到，看到题目 0.00001秒就点进来了，好神奇！第一次看到 Instro 版本登一位 ，Butter 输给了 Butter。本来 Butter 一直都是一位，结果昨天输给了 Butter Instro 版本。不过粉丝们不要担心，这两首歌都会以一个 Butter 的记录计算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Taeyeon很会跳 Aespa Next Level 的理由。昨天在 Taeyeon 的粉丝频道上传了一个 Taeyeon 很会跳 Aespa Next Level 的理由的影片，觉得很有道理，就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下。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Taeyeon 的 Next Level。 果然是少女时代，看这个手背的角度。这位粉丝认为 Taeyeon 的手背姿势能这么好，这都是主持人新东佑的功劳。因为在新东佑与 Taeyeon 一起主持的综艺节目， Taeyeon 有一直磨练 新东佑的舞蹈。 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 I'm on the next level, 저 너머의 문을 열어내